2月19日，赵丽颖工作室就冒充名义发布不实信息发布公告。一、赵丽颖本人并未通过 QQ 形式发布个人信息，以下虚假账号皆为他人冒充。二、近期还有某网络用户谎称是赵丽颖工作室工作人员，于微博、微信发布虚假信息，并要求相关侵权人即刻停止冒充行为，并尽快清除不实信息，否则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